六位新推班老师们，你们好，大家可以叫我金刚芭比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张雨美。今天要唱的歌是？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。这歌很难唱哦。准备好就开始你的表演。因为我要是你。过来吧，别再跟我唠叨。哇，他值得。我们请 Restar 赛道的李欣彤进入面试间。六位新推班老师们，你们好，我叫李欣彤，今年19岁，大家可以叫我金刚芭比李欣彤。好，你准备好就开始你的表演。方向盘被我牢牢握住，前方有什么不清楚，没办法预测，只能靠我的天赋。不要再谈什么风度，我已经迫不得已快要穷途末路。你没经历过我的痛苦，却看不到那预兆。You're like a fool, go down, 放马过来，各位兄台，消除阴霾，就是现在是最好的状态。让我出乎你的意料，掀起一股波澜紧张，忍不住要借飞踢笑，有种就过来吧，别再跟我唠叨。好的，欣彤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请到等候间等候你的结果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好的，请各位新推官给结果。笑什么？我看你是怎样。哇哦！接下来，我们 Restar 赛道的高山进入面试间。各位老师好。我叫高山，现在是一名原创音乐人。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一首原创作品，叫做《海岸》。我是一只迷失在洋中的船，寻找停泊的海岸。月光填满了
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看看高山的一个结果，请各位新推官给结果。老师们好，我叫汪文婷，来自浙江宁波。那你今天要演唱的歌是陈丽老师的《光》。嗯，你准备好的话就开始你的表演。光落在你脸上，可爱一如往常，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，真是爱有点脏，路人心色匆忙，孤单脆弱谢谢汪文婷，谢谢，请到你的等候区等待你的结果，请各位新推官给出你们的结果。哎呦，好害怕呀！老师们好，我叫樊博弈，给我那个，我要骄傲的走了。能行？走哪儿去？走哪儿呀？是走这儿吧？走这儿吧。哇，这个吉他要不要先放一下？放地上行吗？放地上吧，行吗？老师们好，我叫樊博弈，我叫樊博弈啊，我是1998年出生的山西的人，山西人，然后现在在北京读大三，学的会计。你们想听啥呀？你准备了什么歌曲？我准备的是我自己的原创，名字叫《在雕刻时光写的民谣》。我想说你准备好就开始。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首《在雕刻时光写的民谣》，谢谢大家。你不用一直 Q， 你保存点实力。曾经按下的快门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一幅画，谁拍的它？画面很难忘吗？嘴角微微的弧度，是你真心的微笑吗？多么美丽的表情，为何我看不到它？曾经走过的旅途，你还记得吗？在沙滩吗？穿裙子吗？邂逅怎样的浪花？阳明山的晨曦，还是鼓浪屿的晚霞？谁会让你清醒它？窗外云游，诗人吟唱着他那几曲春夏。我的心里那么多，却少了一个牵挂。良辰美景再好，也不过是形同虚设罢了，让我转眼忘了他，让我转眼忘了他。谢谢老师。谢谢，谢谢。请各位新推官给出自己的结果。
石奇月。各位老师好。Hello， 我叫石奇月，今年18岁，来自四川成都。今天要唱的歌是？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《他不爱我》。莫文蔚。改编。改编吗？改编。OK。这首歌不好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。可以 ，OK。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好，谢谢你，请到你等待室，等待你的结果。好的，那么请各位新推官给出你们的结果。OK， 四大赛道石奇月，你将暂时离开明日舞台。Hello， 各位老师好，这里是。不开车走也不爱喝酒的说唱歌手 Karen 杨思雨，你们可以叫我卡润，今年19岁。你好，杨思雨。好，你今天要带来的歌是什么？今天带来的是自己的原创《无人问津》。好，那你准备好就开始吧。风格变换的灵活，登顶的孤掌鸣落 FTFT 拼搏，我做我想做的，也轮不着你来帮我定夺。源头是我写过太多情歌，日子作祟的心魔，我想说的你从来没听过。风格变换的灵活，登顶的孤掌鸣落 FTFT 拼搏，我做我想做的，也轮不着你来帮我定夺。源头是我写过太多情歌，日子作祟的心魔，我想说的你从来没听过。哎，读书不多不怪你，孤地自封就是败笔，装腔作势特别卖力，谁都往上了开辟，还躲避隔离都是 get to the money， 伪装期都充满杀气，没东西我把给我加进，这次垃圾留下把柄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样的场景，无尽的奖品也曾为了音乐粉身碎骨，不计一切的戒掉了网瘾，外心都藏起电。谢谢思雨，请到你的等候区，等到你的结果。恭喜 Race 大赛道杨思雨获得3颗星。老师们好，我是来自超电文化的维娇娜，大四的一名学生，我想当一名创作人，先给老师们带来一首填词作品，叫《懒屁字》。生僻字改的吗？远方飘忽传来瞬间多，那是爸妈喊你起床，四面八方语音盘绕亮，窗帘一拉天还没亮，遥望远方
上，身不由己起床，一鼓作气心与大地，告诉自己你也可以，不知不觉时间过去，刀针之中直出彷徨，昏昏沉沉迷迷糊糊，半梦半醒欲罢不能，举步难行只能放弃，任那嘶喊间歇响起，前行竭力放空自己，身有太虚不叫不起，自要死在无牵无挂，告诉自己待会儿就起，懒就简单一个字，却压垮你甚至一拖一踏半世，笑你愿报恩值，现在认清这个字，今天开始都不算迟，我们拯救一辈子，过眼生老病死，花开看折磨待无花空折枝枝，今朝懒爱今朝知，莫待半首还未得死，哦，谢谢维娇娜，请到等候区等候结果好吗？很遗憾，四大赛道维娇娜，你将暂时离开明日舞台。下面我们想听一下来自 STAR 赛道的竞争。老师们好，今天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个我挺喜欢的小姑娘，她叫竞争，敬爱认真，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吧。好，准备好就开始你的表演吧，加油加油。绕过水沟左边撞到一个垃圾桶，电线杆右边有一群老先生在运动，走进公园哭得奶吓坏熬夜的小狗，一声两声三声听他大呼闹哄哄，梦一起蠢蠢欲动跟灵魂出游，前方有路障请小心梦游世界，有深不可测的危机，失眠的猫咪流浪汉晚上没有事，黑漆漆街上有个声音，窗口轻刷声嗨，礼貌是绅士的举动，两眼发昏看了太多不该看的容，别生气不是他的错，黑漆漆街上有个声音。好，那你在外面等候一下。好的，谢谢竞争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到来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请各位新推官给最后的结果。各位新推官好，我叫王子慧，我今年21岁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我今天带一首原创，叫《我不懂你懂不懂》。听听他要怎么说，听听他该怎么做，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做才足够，怎么做才不会太多。我走了走了几个年头，也换了换了几份工作，没有我还没开始工作，我当年才19，经历的莫名其妙，搞不好还比你多，不是了你不懂，我不懂你懂不懂，但我好像也还没搞懂，搞不懂社会怎么运作，搞不懂一张文凭贵的到底是为什么，他们说家里有安逸的生活，8月快结束会放美丽的烟火，家里有爸爸妈妈妹妹跟阿婆，并不是最优秀，我还最让人头痛，没有人告诉我
要怎么努力才算还不错，没有人告诉我努力的尽头到底是什么。我常常很敏锐，能听见风在吹，风在吹吗，也在追吗，有时候静下心我细心的聆听，那是我吗，反正不是你啊。谢谢，请到等候间等候你的结果。各位新推官，请给出你们的结果。我们都有各自的坚持。可以。哎，老师们好。你好。我是张希多，然后现在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在读学生。学霸。那你今天要演唱一首什么歌？等待。你准备好了的话就开始吧。谢谢，谢谢张希多。嗯，请到那个等候间。那你的结果？很遗憾，四大赛道张希多，你将暂时离开明日舞台。嗨、啊。各位新推官们，你好。你好。我叫 Pam， 我是来自泰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《化形》，是。姚贝娜的歌，这歌很难唱哦，好听。我和你这故事只剩平安，恋人走混了模样，但我紧抓不放，痛也要成像。剩下记忆的张狂，不要疑问，不要真相，因为我要是你。
谢谢潘。Thank you， 请到你的等候间，等待你的结果。好的，那我们请各位新推官给出自己最后的结果。各位新推官老师好，我叫温淑琴，今年19岁，来自于四川成都，然后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。所以你要唱的歌曲是？我要唱的歌曲是《有一种悲伤》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就开始。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，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，我太嫉妒时光，谢谢温淑琴，请到等候间等待你的结果。好的，喂 ，Star 赛道的李梦琪到我面试间。老师好，我是李梦琪，今年21岁，来自江西。然后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紧张。那你要演唱的歌是？我要演唱的歌曲是《特务 J》。那你准备好了就开始。千朝化作无声黑夜，香水喝了你的风味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给蔓延，梦缠绵，我踏过什么远，泉水流来到美丽的指尖，冒险考验，把戏曲像一曲线，身边的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曲派来的间谍，完美特务贼，冰冻全场焦点，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，完美特务贼，气氛拿捏最会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。OK， 梦琪，谢谢老师。
请各位新推官给结果。可以，你。好，可惜，他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了。对，哎，太年轻了。老师们好，我叫孙雅琪，来自云南昆明，今年25岁。我带来的演出是蔡依林的《怪美的》。好，准备好的话就开始。我都笑哭了，这什么标准？气质决定世界生存。爱我恨我非我有一些外在我，来自内在我。听谁说？谢老师。好的，谢谢。很遗憾 ，Rista 赛道孙雅琪，你将暂时离开明日舞台。李兰，请进入面试间。我叫李兰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张雨美。我要演唱的歌曲是《我们的纪念》。好，准备好的话就开始吧。数不清的泪，我又哭了好几回，幻化成蝶，停留在这片落叶，被风化的雪，埋藏在千年以前。我用尽一生的思念，只为等着你出现。你渐渐凋谢，落在我身边，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画面。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，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纪念。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？哇！声音人会唱歌。好的，谢谢李兰。谢谢。请各位新推官给出你们的结果。他值得我的心呀。我也愿意给他一颗心。好的，第一阶段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，那么就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。现在请六星房的洪一诺、冯希瑶、李泽龙、张玉琪重返面试间，进行最终的六星 battle， 争夺唯一的六星名额。欢迎。我想给你们一人一句话，听听你们的决战宣言。洪一诺。我绝对会努力完成我今天要唱的这首歌，我会加油的。谢谢。我觉得把歌唱进心里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最棒的，然后我也是最棒的，我会加油的。我希望今天可以享受舞台，玩得开心。我觉得
我跟他们都一样，我们四个人都是想好好唱歌，然后那就好好唱歌，然后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 ，Family 啊！好，那从红一诺开始吧。啊，我要唱的歌曲是《耶利亚女郎》。哦。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。有人在传说，她的眼睛看了世人更年轻。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我是清唱，叫你给我听好。你看看大伙儿合照，就你一个人没有笑，是我们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爱来这一套，为爱情折腰，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？你在想谁，想到睡不着，你应该觉得骄傲，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，只是想睡个好觉，别炫耀，别说你还好，没什么不好，你只是想找到，没什么烦恼，恐怕就想到很多人的不甘情绪没完没了。你给我听好，想哭就要笑，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，新的刚来到，旧的就忘掉，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。谢谢。我的歌是一首翻唱《天际大厦》。哦，音频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棋子弹。多愚钝，你说你不能。
世间的爱应该归到哪里去？是我自作聪明，忘记别人已有心。要什么证据我都给你，让他爱一次不容易。我想你已了解，我已经很用力，练就肩膀给你亲。唱的歌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啊，嗯，对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你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请你们，请你们回到六星房门口去等待我们的结果。OK， 那我们集体，因为我们红一诺，红一诺，那小雪。